好，我是小鱼。今天我们来推荐一款恩雅的这个全单板相思木的这款尤克里里啊。那这款尤克里里是型号是 EUCK1 啊，这是一个23寸 C 型的尤克里里。那这款琴呢，我拿到手的时候感觉非常惊艳啊，它整个外观的整个做工它是亮光的啊，做工方式，然后整个所有的处理细节呢都非常细致啊，感觉很干净，非常有档次的感觉哈。我们来看一下它琴头这边。那琴头是用这个全封闭式的这种金色的旋钮啊，看起来非常有档次啊，很有质感啊。然后它的这个旋钮也是非常特别。然后它的一个纸板呢是桃花心木的这个琴的背面啊，纸板琴颈是用桃花心木的这个，然后正面是黑色玫瑰木。那我是非常喜欢它这个纸板的工艺，就是它用到的是电吉他的这个处理的这个工艺，那所以它的整个纸板的感觉就很像电吉他上面按弦的感觉，很舒服。然后它的整个品丝打磨得非常干净，很光滑，没有硌手的感觉，包括它的品丝也非常光亮，以及纸板的这个凹槽嵌进去都非常的严丝合缝，然后整个纸板很干净，我是个人是非常喜欢它这个纸板的处理。然后它用到的这个琴弦呢是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一款高分子聚合物的这样一款比较特殊的琴弦，和我们市面上见到的尼龙弦还有那种酒红色的那种浮碳弦那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这种琴弦的音色特点是比较清脆，弦很细很柔软手感非常好，再加上它整个这支琴的整个做工的手感品位是非常低的，所以整个做工手感是声音非常清脆，然后手感很好，整个手感是非常舒服正面这个相思木的木纹我也是非常喜欢木纹很均匀，但是每一支琴的木纹都不一样，所以可能我的这支样琴和所有人拿到的其他人买的这支样琴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所采用的相思木呢都是非常做工非常考究的，都是挑选的是非常好的相思木。那接着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音色。这是一个简单的扫弦音色，我们听一下它的一个独奏的音色。对它的这个独奏的整个音色呢，特别是在高频位的这个把握是非常舒服的，音准很准，然后它的整个在高频位的共鸣延音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听一下这种单音旋律的变化。对，整个音准和共鸣都是非常舒服的，不会听着很别扭的感觉。那整支琴呢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那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试这支非常不错的琴。那就推荐到这里，谢谢大家。